不会玩露娜，该不该买士官皮？这第五款士官皮也是出来了，不着急。那么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年的。浮光掠影，大河之剑天上来，赵子龙参见。我就是太阳。你们会发现小王做士官皮那是一年比一年用心，品质一年比一年高呀，有没有一种高冷冰山女侠那味儿了？仙气飘飘，这出场动画，这颜值，这海报。等会儿怎么感觉好像老了20岁。好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，局内表现同样也没让人失望，特别是这个音效盲猜一波，手感跟打击感会直接拉满。鸟哥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强化平 A 出去之后会有冰层碎裂的声音，非常清脆。还有二技能属实有点闪瞎我的 78K 钛合金镶钻鸟眼了，这也太飒了，并且还有随机行走动作，爱了爱了。但这个回城特效多少有点敷衍了吧，没啥实质性的东西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谁家会玩的露娜老是回城，不是在飞就是在飞的路上，小王这点考虑的比较周到，非常人性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款皮肤到底该不该买？很多小伙伴表示，如果今天试冠不是露娜，我还真就买了。露娜这英雄太难了，不会玩，根本不会玩，练习成1350点卷，你们觉得这款皮肤咋样呢？来来来，欢迎讨论。